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晚的八位挑战者。八位挑战者，各就各位，欢迎你们。欢迎在座的八位爸爸妈妈，今天晚上你们都是为宝贝而战，所以希望各自加油了。首先我们到第二现场看看各家可爱的小宝贝儿。哎，各位宝贝们，你们晚上好，挥挥手吧，挥挥手跟我们打个招呼。 OK， 我们到第二现场看过各家宝贝了，接下来呢希望八位挑战者都各自加油。今晚你们的对手呢实力也非常的强劲，来吧，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王者擂主雪儿。雪儿，要想跟八位挑战者一一对战，你自己先要接受考验，30秒天翻地覆之内至少答对3道判断题，否则你会被即刻淘汰出局。30秒天翻地覆开始。第500人民币当中5元纸币背面图案是桂林山水，错。正确。冬天煤炭在不完全燃烧的情况下会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正确。正确。成语蓬荜生辉当中蓬荜指的是房子的顶部，错。正确。雪儿，恭喜你经受住了考验，接下来你就要面对面前的这八位挑战者了。来吧，八位挑战者，椅子去往指定位置。好，雪儿，1到8号要先选哪一个？那我们就依次来吧，先1号选你的妈妈。来，1号关节出列。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关节，我是一名美术老师。我很喜欢看小朋友们画画，其实平时呢我是有一点小迷糊的，而且记忆力也不是很好。之所以接受这个挑战呢，是为了给我的宝贝儿呢做一个好的榜样。我希望他知道妈妈也许不是最棒的，但是妈妈是勇敢的。加油，好 baby， 加油，我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到第二现场看看关节家可爱的陈同周小朋友啊。大家好，我叫陈同周。我们给妈妈加加油好不好？加油。好的。好嘞，想跟擂主雪儿说点什么吗？其实我觉得很突然的，擂主就选中我，本来我还想在后面多准备一下的。我们要做的呢是战胜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宝贝心目中的英雄，加油。好，雪儿，作为王者擂主，你有权利做出选择。90秒的倒计时，从谁先开始？从我先开始。好，两位做好准备。王者擂主雪儿，做好准备，90秒倒计时开始。有山城之称的是我国哪座城市？重庆。正确。关节，避暑胜地庐山位于江西省哪座城市？九州。错误。下一题，咖喱起源于哪个亚洲国家？印度。正确。雪儿，在足球世界杯历史上获得冠军次数最多的是哪支球队？错。下一题，成语破釜沉舟当中那个釜指的是什么？锅。正确。关节，人体当中食道和胃的接口部分被称作贲门。正确。雪儿，现任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主教练叫？不。下一题，日本哪位乒乓球运动员被称为瓷娃娃？不。下一题，数学上我们把两个数字相除的结果称为？商。正确。关节，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猪八戒他的法号是？
过。下一集，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告诫人们要珍惜什么？粮食。正确，雪儿。身在曹营心在汉，说的是三国时期哪位将领？过。下一题，康熙年间，中俄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叫？过。下一题，通常我们用 IQ 来表示智商，那么情商是哪两个字？EQ。正确。关节，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象征着长寿的珍稀鸟类。安比鹤。正确。雪儿，我国法律规定，女职工因为生育享受产假不得少于多少天？9个月。错误。下一题，中国的哪座古城被誉为沙漠中的庞贝？不。下一题，谚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指的是我国哪个省？正确。关节，鲁班学艺的故事当中，鲁班是在哪里学成手艺的？过。下一题，众多消费者联合起来以求得最优价格，这种购物方式叫做？正确。雪儿，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是法国著名将军谁的名言？过。下一题，周星驰的电影当中，李建仁扮演的经典搞笑丑女形象叫做？无花。正确。关节，古代用雨来表示空间的总和，那么代表时间总和的是？正确。雪儿，指不是某一行的人就不懂做某一行的方法，我们通常说隔行如隔山。王者擂主雪儿，你的90秒率先用完，会被淘汰出局。首先你要接受惩罚，又来了，天翻地覆。来到我们的主舞台，雪儿现在感觉怎么样？首先是有点晕，然后是很遗憾。这会儿想不想对小飞行员说点什么？宝贝你好，妈妈爱你。妈妈失败了，但是不怕，我们努力过就好，好不好？好。跟妈妈一起加油。妈妈我爱你。妈妈也爱你。好暖心啊！再见了，雪儿。再见。好，送走了曾经的王者擂主，我们的王座将迎来新的主人，让我们有请一号挑战者关杰登上王者宝座。关杰，首先要恭喜你，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在你手上握有多少亲子成长基金，来大屏幕。好，1500元亲子成长基金。接下来剩下的七位挑战者瞬间从队友已经变成对手了，你想选择哪一个？就按顺序来好了，二号吧。二号尹丽娜，出列。好，欢迎我们的二号挑战者丽娜，一看这个衣服就知道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了。我是来自天津的尹丽娜，我来的加油好 baby 就是为了王者宝座来的，你选了我你会后悔的。哎呦，这个口气不小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尹丽娜家可爱的石欢畅小朋友，来。大家好，我叫石欢畅，今年4岁了。哦，啊，你吃棒棒糖吧，不影响你吃棒棒糖了啊。好，接下来尹丽娜要跟擂主之间进行一番较量了。关节，两位各自90秒的倒计时，想从谁先开始？从挑战者开始吧。丽娜、关杰，两位做好准备。二号挑战者尹丽娜，90秒倒计时开始。德国在使用欧元之前的货币叫什么？马克。正确。关杰，2016年欧洲杯足球赛在哪个国家举办？法国。正确。
丽娜，泰山是我国古代对自己什么亲属的尊称？岳父。正确。关节，湖州、台州、衢州，这都是我国哪个省的城市？山东。错误。下一题，三孔插座对应的分别是地线、零线和火线。正确。丽娜，西方传统当中结婚的时候戒指应该戴在哪个手指头？那个无名指。正确。关节，战国时期孙膑在什么地方伏击庞涓让他兵败自刎？马陵坡。错误。下一题，以冰雕展而闻名、素有冰城之称的中国东北城市是？哈尔滨。正确。丽娜，我们通常说的三好学生指的是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还有错。下一题，在抢救心脏停止的病人的时候需要注射什么激素来刺激心素？正确。关节，在比喻人生非一帆风顺的诗句人无千日好，那么下一句是花无百日红。正确。丽娜，电影幽灵党皇家赌场当中邦德是谁演的？错。下一题，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天子是对谁的称呼？皇帝。正确。关节，古时候我们说长安京兆指的是我国哪个古都？不。下一题，红学是对哪部著作形成的一门专门的学位？正确。丽娜，素有天下第一山美誉的是五岳当中哪座山？不。下一题，寂寞沙洲冷，我的心太乱是哪位男歌手的作品？小刚。正确。关节，关键词浪漫、埃菲尔铁塔、凯旋门，这指的是哪个城市？巴黎。正确。丽娜，曾经的纵贯线乐队是由罗大佑、李宗盛、张震岳和谁组成的？下一题，著名的撒尿小孩这个铜像是比利时哪个城市的地标？不。下一题，无地自容、无事生非，这是哪个乐队的代表作品？黑豹乐队。正确。关节，指行动之前需要做好准备工作的俗语兵马未动，下一句粮草先行。正确。丽娜，动画片名侦探柯南当中柯南常用很遗憾，二号挑战者丽娜，你的九十秒率先用完，会被淘汰出局。丽娜，这会儿想不想跟儿子说点什么？欢畅，虽然妈妈失败了，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没有成功和失败，主要的是敢于挑战就是成功。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儿，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妻子，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合格的白衣天使。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丽娜。接下来王者擂主关节跟丽娜说再见就交给你了，希望你能成为跟南丁格尔一样的白衣天使。再见。谢谢。加油。加油。我们也向丽娜以及许许多多像丽娜一样的白衣天使送上我们的敬意。谢谢。谢谢。也用我儿子经常看的动画片，我还会回来的。送走了二号挑战者丽娜，我们来看一下丽娜手中所握有的亲子成长基金是多少。2000元加上之前的1500元，所以现在我们的王者擂主关节手中握有35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关节，下一个。好，要不要我直接就请三号上来？就倒过来吧，八号吧。这叫转头一枪是吗？八号挑战者李佳东出列。大家好，我叫李佳东，今年33岁，我是一名来自东北的山东籍的重庆女婿，我是学话剧出身的，所以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者，当然了，我还有另外一份职业，那就是一名主持人。今天来到我们加油好 baby 呢，
是想跟儿子能够多接触。加油，我会加油的。好，来，我们看看李家东家可爱的小宝贝儿。爸爸加油！加油！爸爸加油！啊，他为什么不说爸爸兄弟？他有时候会说普通话。哎呦啊，加油啊！好嘞，好，我会加油的。哎，接下来，家东，想对擂主关节说点什么吗？我就想告诉擂主的话，我来了，而且借用我们教导主任的一句话，你危险了。哦，我也是重庆的，那我想说，重庆的女性呢，其实是刚中带柔的。重庆的女性，来吧。好。来，王者擂主关节，请问一下，两位90秒倒计时，你想从谁先开始？挑战者开始。来，家东、关节，两位做好准备。8号挑战者李家东，90秒倒计时从你这儿开始。煎饼果子是哪个城市的风味小吃？天津。正确。关节，本帮菜是哪个城市地方菜的名称？正确。家东，纸币最早出现在我国哪个朝代？宋朝。正确。关节，我们把牛胆囊内的结石一般称为什么？硫磺。正确。家东，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这是哪个历史人物说的？项羽。正确。关节，远交近攻，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哪个诸侯国采用的战略方针？过。下一题，三国演义当中刘备在临死前在什么地方托孤诸葛亮？白帝城。正确。家东，我们国家大学老师的职称有4个级别，最高的是教授，最低的是？过。下一题，夫妻双双把家还是根据哪首黄梅戏创造的歌曲？天仙配。正确。关节，怪物史莱克、功夫熊猫，这是哪家电影公司的经典动画？梦工厂。正确。家东，我们国家南北朝时期北魏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政权？鲜卑。正确。关节，原名公孙鞅的古代著名改革家他是？过。下一题，欧洲足坛有罗马王子之称的意大利球星是？霍蒂。正确。加东，陈忠和曾经是中国哪个项目女子国家队的主教练？过。下一题，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这是出自周星驰哪部电影？喜剧之王。正确。关节，专门护理产妇和新生儿的高级家政人员被称为月嫂。正确。家东，西厢记当中侍女红娘帮着张生和哪位小姐牵了红线？崔莺莺。正确。关节，被誉为广州的母亲河也是广州最大的河流是？黄河。错误。下一题，电视剧《甄嬛传》当中因为歌声好听被封为梨妃的人物是？安陵容。正确。家东，典故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出自哪场著名的战役？长勺之战。正确。关节，香港系列电影《古惑仔》当中演山鸡的演员是？陈小春。正确。家东，现行规则下澳大利亚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分在哪个州？亚洲。正确。关节，肠粉、虾饺、蛋挞，这是我们国家哪个省的特色小吃？广州。错误。下一题，此地无银300两的典故谁偷走了银子？王二。正确。家东，王维的9月9忆山东兄弟是以哪个传统节日为背景而写作的？过。下一题，陆游的诗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描写的是哪种花？梅花。正确。关节，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产业基地硅谷位于其西部哪个州？德克萨斯州。错误。下一题，常言说得好，十年修得。非常遗憾，王者擂主关节，你的90秒率先用完，会被淘汰出局，先接受惩罚，天翻地覆。有请来到我们的主舞台吧。感觉如何？感觉蛮好玩的，比乐水好玩。哎，加油！哎，这个头
性女婿果然不错啊，不错。好，来吧，关杰，我们到第二现场再跟可爱的宝贝儿说点什么。来，好的，亲爱的宝贝，妈妈呢平时呢是有一点任性，但是呢谢谢你包容我，感谢你，亲爱的宝贝，感谢你来到我的身边，是你让妈妈变得更加的坚强勇敢，让我变得更加的幸福完整，也是你让我变得更加的懂得爱，谢谢你，亲爱的宝贝。我爱你，我也爱你。好，谢谢关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这样了，关杰。就这样了。OK， 拜拜，谢谢。有请新的王者，八号李家东，有请。Go！ 有请家东登上王者宝座。来，家东，我们先看一下你自己手上有多少亲子成长基金，请看大屏幕。好，5000元，恭喜李家东，现在已经拥有了85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来吧，家东。剩下的几位挑战者，你想挑谁出马？我想被我们重庆的美女打败，所以我选7号。来，7号戴家峰出列。大家好，我叫戴家峰，我有2个可爱的宝宝，仙仙哥哥和星星妹妹，所以我主业就是陪伴我的宝贝健康快乐的成长，我的副业是一名婚礼主持人，今天是我的仙仙哥哥陪我一起来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和我的宝贝，谢谢大家。好，来，我们一起到第二现场看看帅气的哥哥。大家好，我叫袁宇轩，我今天我睡了，我的爱好是唱歌跳舞走地毯。哥哥疼不疼爱妹妹？疼爱，非常喜欢。在家里会帮你做家务事吗？会呀、啊，会帮我洗碗呐、扫地都会做。你们家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童工的呢？3岁就开始聘用他了。哦，3岁就开始用了。对。啊、有发过工资。对，每一次洗完就给他1元。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要给妈妈加油，好不好？来，给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加油，宝贝。好嘞。王者擂主李家东，请问一下，2位90秒倒计时，从谁先开始？女士优先，从女士吧。家凤、家东，2位做好准备。7号挑战者戴家凤做好准备，90秒倒计时，开始。我们国家的国球指的是哪项运动？乒乓球。正确，家东。钢是由碳和哪种金属元素组成？铁。正确。家凤，被称为埃及的母亲河是哪条河？尼罗河。正确。家东，中国的哪座省会城市的别称叫石头城？南京。正确。家凤，谷氨酸钠是我们常用的哪种调味品的主要成分？正确。家东，在人体关节当中最灵活而且活动度最大的是哪个关节？肩关节。正确。家凤，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出自哪位爱国将领的诗词？岳飞。正确。家东，行车过程当中紧急刹车的时候人体向前倾，这是由于什么物理现象？过。下一题，杜莎夫人的第一尊蜡像是为哪位法国启蒙运动领袖制作的？伏尔泰。正确。家凤，当市场货物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的时候，价格一般会怎样变化？上涨。错误。下一题，贾岛的剑客当中写到十年磨一剑，下一句商刃未成事。正确。家东，代表作有饿狼传说、如果爱，这是哪位天王级歌手？张学友。正确。家凤，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婵娟指的是？正确。家东，老特拉福德是哪支著名英超足球俱乐部的主场？过。下一题，迎客松是我国哪个著名风景区的标志性的景点？黄山。
正确。嘉凤，2015亚冠足球决赛两回合当中打进唯一一个进球的恒大球员叫？错。下一题，神话故事里托塔李天王他的全名叫？李治。正确。嘉东，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他的本名叫？子午。正确。嘉凤，非洲足球传统强队被称为非洲雄鹰的国家队是？错。下一题，在明末清初郑成功赶走了哪个国家的殖民者收复了台湾？错。下一题，东施效颦出自哪位道家代表人物的著作？庄子。正确。嘉东，自动挡的汽车停车挡用什么英文字母来表示？ T。 正确。嘉凤，中国古代婚礼上新娘子头上盖的大红绸叫什么？红盖头。正确。嘉东，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当中主人公是两只什么动物？老鼠。正确。嘉凤，白蛇传当中白素贞和许仙。很遗憾，戴嘉凤，您的90秒率先用完，会被淘汰出局。哎，嘉凤，这会儿想跟哥哥说点什么吗？这一次参加这个加油好 baby 主要是为了挑战自己，也为了给宝贝做一个榜样。在以后的人生成长道路中一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挫折与失败，希望宝贝能够坚强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李轩哥哥，李轩这也是大宝贝了，希望你更加的勇敢好吗？宝贝，妈妈爱你。好，我也爱你。好了，那接下来擂主嘉东，由你来跟戴嘉凤说再见。谢谢你。没事，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一定要继续加油哦。谢谢嘉凤，今天就是这样了，嘉凤再见。好，戴嘉凤手上有多少亲子成长基金？我们看看大屏幕。2000元。李嘉凤现在已经拥有了105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了，剩下的就在这四位手中了。来吧，李嘉凤，下一个你要选择的对象是？就选择我的老乡三号。来，有请三号出列。好，大家好，我叫张远昭，我来自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山东济宁。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之后我没有选择影视之路，而是做了一名主持人，现在在研修心灵导师专业。生活给了我很多的考验和坎坷，我曾经在国家级的演出中做过策划，也曾经做过专职司机，这些美好的故事会是我一生的回忆，因为他曾经带我领略人间冷暖。今天我来了，我要为我的孩子证明他的爸爸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骄傲。擂主，我来了，今天我要让你体验天翻地覆。好，好。同时呢，我今天还有一个目的。啊，什么目的呢？大家记不记得前几期有一个叫孟欣的选手？嗯哼，一个跳印度舞的。没错啊，她是我老婆。哦啊，今天我为什么来到这儿呢？其实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嗯哼啊，回家以后老婆觉得特别不服啊，我就派你了，就派老公给我报仇，派老公来报仇来了。对，又见面了。Hello。 上回打的不服气啊？很不满意。啊，就派老公来了是吗？对。天昭，你看你是北影毕业的，又是多才多艺，不想露一手吗？唱首歌。唱首歌啊，来，有请。如果你是山，我就是河，我绕你。你是咖啡，我是开水，融化你。你是云儿，我是风，我追你。美丽的姑娘，我爱上了你。啷个哩个啷，嘿，啷个哩个啷，啷个哩个啷，嘿，啷个哩个啷。答应我吧，留在我的
床做我漂亮的新娘。谢谢，不错啊，来，掌声送给我们的燕昭啊。OK， 接下来想对擂主家东说点什么吗？燕昭，你看我文质彬彬，但是我内心奔放，不信你试试。准备好了。好，请问两位九十秒倒计时从谁先开始？从我开始。两位做好准备。擂主李家东准备好，九十秒倒计时开始。我国现代作家舒庆春，他的笔名叫老舍。正确。燕昭， BBC 是哪个国家的广播公司的英国简称？正确。家东被歌迷称为范范的知名歌手是范玮琪。正确。燕昭，亚太经合组织它的简称几个英文字母是 APEC。 正确。家东，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在我们国家哪个省？浙江。正确。燕昭，我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是什么奖？鲁班奖。正确。家东，小学课文手术台就是阵地讲述的是谁的故事？白求恩。正确。燕昭，西游记当中唐僧误喝了哪个国家的子母河水而怀孕？女儿国。正确。家东，我国四大古都分别是北京、西安、洛阳和南京。正确。燕昭，周杰伦的歌青花瓷东风破词作者是方文山。正确。家东，我国法律规定年满多少周岁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8岁。正确。燕昭，被球迷称为足球皇帝的德国著名球星是托蒂。错误。下一题，常用来指代飞碟等不明飞行物的三个英文字母 UFO。 正确。家东，中国近代史上由华侨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是厦门大学。正确。燕昭，互联网业界 BAT 指的是三家大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过。下一题，敦煌八景当中被称为沙漠第一泉的是月牙泉。正确。家东，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作者是丹麦作家过。下一题，我国古代武官出行是骑马的，那么文官出行是做什么？坐轿。正确。燕昭，战国时期记录文字用的原材料是用什么做的？竹子。正确。家东，美国国旗星条旗上面红白相间的横条有多少条？13条。正确。燕昭，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是哪位专家主持下建造？詹天佑。正确。家东，我国七大地理分区当中华中三省包括了湖南省、湖北省和不。下一题，法国的国中国也是 F1 比赛举办地之一是哪个国家？摩纳哥。正确。燕昭，中国唐代第一大画家被尊称为画圣的是过。下一题，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的北宋诗人他是王庭坚。正确。家东，凿壁偷光这个成语出自哪位西汉著名丞相的故事？霍恒。来，掌声送给我们的三号挑战者张燕昭。不好意思，我们的王者擂主李家东，您的九十秒率先用完，会被淘汰出局。天翻地覆。来吧，家东，来到我们的主舞台吧。好，来吧，到第二现场。家东，想不想对宝贝儿有什么说的？我加油！加油！哎呦，加油！凶气，对不对？爱你。哎呦啊！跟媳妇儿说点什么？我一直没说，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是认识的纪念日。哎呦，哎呦呦呦，太浪漫了吧！认识的纪念日都记得呢啊！对对对。老婆，谢谢你能够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选择和我在一起。我们同事都在说我们是模范夫妻，
对我们两个人能够维持就像恋爱一样的那种看着对方还是喜欢呢、啊、还是有爱，我觉得很幸福。OK， 夏冬今天就这样了，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好，夏冬就此别过，再见。OK， 送走了李佳冬，王座又换人了，来吧，让我们有请张彦昭登上王者宝座。我们先看一下你自己手上有多少亲子成长基金。3000元，加上刚才的10500，现在我们的张彦昭，你已经拥有了135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了。现在场上还剩3位挑战者，挑哪一位？红衣服那位吧。好，5号频频是不是？对，来，频频出列。大家好，我叫沈平平，我来自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我是杭州电视台少儿频道的一名主持人。我觉得我每天的工作特别的开心，就是和杭城所有的小朋友们打交道。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也是3个孩子的母亲，我有一个6岁的女儿和2个双胞胎儿子。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业就是陪伴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我想对我的孩子说，你们的妈妈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了围墙，杀得了木马，答得了难题，也做得了你们的回家作业的。所以呢，宝贝们，妈妈是你们永远最坚强的后盾。平平，来吧，我们看看你们家可爱的宝贝儿啊。大家好，我叫曹宇轩，我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弹钢琴、英语。哎呦，很棒啊，宇轩。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头，给我们唱首歌好不好？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如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叫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如冰花。唱得很棒了，啊，我们给妈妈加加油好不好？好，加油，妈妈我爱你。我也爱你，宝贝。真好啊！接下来我们的沈频频想跟擂主说点什么吗？我觉得你选择我，是你的决策上的失误。对，首先的话呢，我是一个女生，你胜了我也是胜之不武，对吧？然后其次呢，我实力很强，所以你要小心了。我觉得我是从颜色挑的啊，一个粉色，一个红色，一个黄色啊，你的衣服啊，红色最刺眼。对，先把最扎眼的把它给拔了，待会儿我看粉红色接下来就危险了。来吧，张彦昭作为王者擂主，你可以决定2位的90秒倒计时从谁先开始。我先来。好，2位做好准备。擂主彦昭，90秒倒计时开始。湖北省哪个城市古时候被称为江城？武汉。正确。频频，检查的查这个字在作为姓氏的时候念什么？查。正确。彦昭，股票市场中与牛市相对应的是什么股市现象？熊市。正确。频频，典故三顾茅庐当中那个茅庐指的是谁住的地方？诸葛亮。正确。彦昭，大气层当中臭氧层的主要作用是吸收什么光线？紫外线。正确。频频，中华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庄子。错误。下一题，田径人才辈出的国家牙买加位于哪个州？不知道，过。下一题，龙卡是我国哪家银行发行的金融卡？正确。彦昭，一般来说我们习惯把6月份的第几个星期天作为父亲节？第3个礼拜。
正确。林品，妻子之歌是哪位被称为民主战士的诗人所创作的？不。下一题，绿茶精品碧螺春原产江苏哪个城市？宜兴。错误。下一题，仙人掌的刺儿其实是它的什么器官？正确。燕昭，我国古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清朝的？乾隆。错误。下一题，服装走秀时模特走的那个舞台形状一般用哪个字母来表示？ T。 正确。频频，歌曲情非得已春泥是哪位歌手的作品？李承信。正确。燕昭，人们通常把和自己所属生肖相同的年份称为本命年。正确。频频，波兰的首都也是波兰最大的城市是？不。下一题，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下一句话不投机半句多。正确。燕昭，燃烧需要三个条件，可燃物、着火点和氧气。正确。频频，我们经常用一个词语两袖清风来比喻官员的什么作风？清廉。正确。燕昭，传统的新春对联一般由上联、下联和什么组成？横批。正确。频频，典故背水一战说的是哪位西汉杰出军事家的故事？关羽。错误。下一题，电影《西游降魔篇》当中演空虚公子的演员是？过。下一题，从餐饮企业回收的剩菜当中非法提炼出来的劣质？很遗憾，频频，你的九十秒率先用完，会被淘汰出局。哎，很遗憾，宝贝啊，这个妈妈要落水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妈妈别怕，我来救你。好的，那你准备好啊。应该说，刚开始出生，二胎出生的时候啊，然后女儿还是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小朋友很黏我，女儿这段时间会经常问我说，妈妈，你还爱我吗？我说怎么会不爱你了，然后你都不抱我。我说那因为弟弟小嘛，他们可能需要照顾多一点点，所以在这里我也是特别想跟宇轩说，弟弟有两个对不对，然后你只有一个，所以你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最宠爱的大女儿，所以你放心，妈妈爸爸一定全家人一定是最爱你的。而且就是之所以我们会决定把这个弟弟生下来，是因为我觉得等到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不在的那一天，我希望弟弟们能够照顾姐姐，然后能够保护姐姐，做姐姐最坚强的后盾。说得好，来吧，我们的王者擂主燕昭，跟频频说再见的事儿就交给你了。频频，哎，表现非常棒，因为首先你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就已经真的是非常伟大了，我只是比你幸运而已啊。好，加油，再见。再见。再见。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谢谢现场的所有的观众，你们比我更辛苦，也祝福我后面的两位队员，祝你们能够登上王者宝座，不用像我一样落水。其实我今天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不要落水就好，但还是要落水。燕昭，你觉得频频手上有多少亲子成长基金？4000。4000，来看一下大屏幕。好，1500，加上之前的13500，所以现在我们的王者擂主燕昭已经握有150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了。来吧，燕昭，挑下一个。来吧，男士，6号车凯博士吗？来，6号挑战者出列。哎，大家好，我叫车凯博，来自于魔都上海。我呢曾经是一个公务员，但是我辞职了，后来呢我做了一个背包客，扛着我的背包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这个旅行呢，我走了27个国家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那么后来呢，有幸，哎，我就认识了一个女孩，然后呢，谈，我们就结婚了。
也感谢我的妻子，她让我从此安定了下来。那么现在呢，我开了两家的动漫的模型店。平时呢，我不光是一个二次元世界的一个玩主，还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所以呢，我今天来到了加油好 baby 这个舞台，第一呢，就是给我的儿子一个榜样。那么第二个目的就是终极目的，我要做到王者之位。哇哦，您这个日子过得真是潇洒啊。还可以啊，希望有一天能够带上我的两个孩子去走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来一次第二次的旅行。那我现在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婷婷是老大，他还有个弟弟柔柔，今年刚刚出生的。哎呦，真是不错，很幸福啊。还行，爸爸加油。哎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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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加油，好加油凯博。好，那我们这就来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好，放马过来。好，燕昭，作为王者擂主，决定一下，两位九十秒倒计时，从谁先开始？从对方开始。好，两位做好准备。六号挑战者车凯博，您的九十秒倒计时开始。生活当中有电危险的标志是用哪个自然现象做符号？闪电。正确。燕昭，威力比原子弹还要大的核武器是？氢弹。正确。凯博，二十四节气当中表示夏季到来对应哪个节气？立夏。正确。燕昭，唐代文学家王勃笔下的滕王阁在我国哪个省？江西。正确。凯博，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是哪个国家的城市？荷兰。正确。燕昭，相传杨贵妃泡温泉的华清池现在位于哪个省？陕西。正确。凯博，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其中沉鱼指的是谁？西施。正确。燕昭，生活当中被狗猫咬伤抓伤之后要及时注射什么疫苗？狂犬疫苗。正确。凯博，水浒传当中外号是浪子的梁山好汉是？浪子燕青。正确。燕昭，安联球场是哪支著名的德甲足球俱乐部的主场？拜仁慕尼黑。正确。凯博，强调尊师重道的俗语，一日为师，下终生为父。正确。燕昭，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种植量最广的粮食作物？小麦。正确。凯博，明朝时期戚家军说的是哪位将领手下的军队？正确。燕昭，吕氏春秋当中吕氏指的是春秋时期哪位著名的？正确。凯博，没有运营资格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家车被称为什么车？黑车。正确。燕昭，有小甜甜外号的美国流行天后她的名字是？布兰妮。正确。凯博，电路当中灯泡的连接方式有两种，一个叫并联，一个串联。正确。燕昭，叫花鸡的特色是用泥土和什么植物的叶子包裹进行烧烤？正确。凯博，我国四大牧区是新疆、内蒙古、西藏和西北的哪个？青海。正确。燕昭，典故愚公移山当中愚公移的是太行山和王屋山。正确。凯博，英国在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是潘定康。正确。燕昭，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情景发生在哪座城市？苏州。正确。凯博，世界奇观古巴比伦空中花园位于西亚哪个国家？伊拉克。正确。燕昭，用抽签的方式祈福许愿抽到的最好的一支签叫做？上上签。正确。凯博，当市场货物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时价格一般会怎样变化？上涨。正确。燕昭，平时我们所说的三观指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凯博，形容人文才高超的成语才高八斗指的是曹操的哪个儿子？正确。燕昭，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一直对郭靖倾慕的蒙古公主名字叫华筝公主。正确。凯博，我国西气东输工程当中他？凯博，很遗憾，您的九十秒率先用完，会被淘汰出局。两位到目前为止都是100%的命中率，非常的厉害。我们的王者擂主燕昭，九十秒还剩下2秒钟。来，凯博，这会儿想不想对儿子说点什么？今天带儿子过来参加这个加油好 baby 的这个节目呢，主要是让他知道爸爸一直在
不断的进取，不断的看书，不断的努力当中。我也希望他长大以后呢，也能像爸爸一样，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第二个呢，我想告诉我的孩子，有时候实力并不代表着成功，运气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实力一定是万万不行的，你根本就坐不到这个位子上来。所以呢，这也是给他未来的成长当中上了一个非常好的一课吧，我想。哎，凯博，没有关系，今天你已经让所有人看到了你超强的实力，谢谢。好，凯博，那今天就这样了，接下来燕昭有请。凯博，你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对手，跟你一起对决感觉很刺激，希望你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生活中继续努力，谢谢，再见。今天失败了，但我觉得失败的并不是我的实力，而是我的运气，我相信我在我的人生之路上会走得越来越好，也感谢家有好 baby 能给我这次机会，谢谢大家。最关键的，你的网店生意越来越好，必须的，希望你们大家关注，加油各位。走了六号挑战者车凯博，我们一起来看看车凯博手中的亲子成长基金是，哇，4000元。那么现在王者擂主手上已经有190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了，最后1000就在这场上最后一人的手中，来吧，四号挑战者婷婷，出列，加油。大家好，我叫赵婷婷，来自美丽的古都西安，是一名热爱舞蹈的辣妈。我现在的职业是一位美容瘦身顾问，还有服装店，做过歌手，喜欢参加各种有意义的聚会，出去旅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舞蹈。现在呢来到这个舞台，因为我平时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所以今天带着梦想而来，加油。好，现在宝宝杨振宇小朋友几岁了？1岁2个月。哎呀，哎呦，鼓掌了，鼓掌了，鼓掌啦，鼓掌了，好棒，好棒，好棒，不错不错，好生气啊！哎，婷婷，今天要给我们露一手了，好不好？好，来，没问题，有请婷婷。好，辛苦了，婷婷，谢谢，很棒啊！接下来，全场最后一个了，想跟燕昭说点什么吗？从小。其实是自信陪着我长大的，那我也有一个弱点，就是遇弱则强，遇强呢更强，加油。这是弱点呐。好，非常棒，舞蹈辣妈，我媳妇儿也是舞蹈辣妈，所以说不把你挑下去对不起我媳妇儿，我觉得。哦，来吧，王者擂主燕昭，90秒倒计时，从谁先开始？还是老计谋，对方开始。好，最后一回合，谁是今天最终的王者擂主？谁可以拿到全部20000元的亲子成长基金？就看你们二位这个回合的较量。两位，做好准备。4号挑战者赵婷婷，90秒倒计时开始。南翔小笼包是哪个城市的特色小吃？南京。错误，下一题。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青城山在哪个省？江西。错误，下一题。传统的中国节主色调是什么颜色？红色。正确，燕昭。我们常说不分青红皂白，那个皂是什么颜色？黑色。正确，婷婷。亚洲小旋风是哪位著名男演员的称号？错。下一题。三国时候火烧夷陵击败刘备一战成名的将领他叫李广。错误，下一题。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湖位于哪个国家？正确，燕昭。戏曲人物分类生旦净末丑当中哪个专指女性角色？旦。正确，婷婷。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我国古代哪位教育家的名言？过。下一题。以紫砂壶闻名的县级市宜兴位于哪个省？江西。错误，下一题。能够疏松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的是哪种？蚯蚓。正确，燕昭。
川菜是以麻辣闻名，这其中麻味是来自什么调料？花椒。正确，婷婷，我国车辆牌照当中鄂 A 指的是哪个城市的车牌？不。下一题，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紫霞仙子把水帘洞改成什么洞？盘丝洞。正确。燕昭，著名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出自日本作家谁？村上春树。正确。婷婷，马奶酒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最喜爱的饮料？内蒙古。正确。燕昭，著名的景点相国寺、少林寺、云台山位于我国哪个省？河南省。正确。婷婷，栀子花开是由哪位著名男主持人演唱的？何炅。正确。燕昭，100瓦的灯泡使用10个小时，电表显示几度电？1度。正确。婷婷，秦始皇下令焚烧书籍、坑杀书生，这个历史事件被称为？过。下一题，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日心说是波兰科学家？婷婷的90秒率先用完，会被淘汰出局。哎，婷婷，想跟仔仔说点什么吗？我希望等到你长大的时候看到这段视频，你一定是了解妈妈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人生的第一站来到了美丽的合肥，来到了加油好预备这个舞台。这是他算是第一次出远门吗？对呀。哎呦，那这个有点意义啊，人生第一次跑这么远，就是来到咱们安徽合肥啊。对。好吧，来，王者擂主燕昭，由你来跟婷婷说再见。希望你继续坚持你的爱好，你的梦想，加油。谢谢，加油。再见。拜拜，也希望你守擂成功，给宝贝赢得大奖。再见，再见大家，再见了大家，我还会再来的。好，送走了所有的挑战者，我们迎来今天的王者擂主。来吧，燕昭，来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恭喜燕昭。感觉轻松多了啊，任务完成了。哎呀，如释重负啊，老婆这会儿就在抬头了。来吧，来来来，快来快来，我们的小轩宝。哎呦，啊，奖励爸爸一个亲亲。哎呦，我也来一个呗。哎哎呀哎呀哎呀，好棒啊，好幸福的一家三口，对不对？接下来就带着媳妇儿，带着儿子一块儿登上我们的王者宝座吧。走，去吧，走喽！耶，出发！怎么样？牛！让我们再次祝贺燕昭一家三口拿到了我们今天的王者宝座。